秋风连续请了好几个礼拜的苦力哦，所以目前算是很 OK 的。我决定不要照他这个，因为他这个上一次结束之后，那个整个城堡区域的地图就出来了嘛，他就是显得有点怎么讲歪歪斜斜的，我觉得。不要照他的方式弄好了，这样子弄出来的城堡感觉也怪怪的。我决定要铺一个我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大概是长，我看一下哦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图。大概是长，是长怎样？这个好不好？这是我们想象中的城堡图。嗯，这个大概会长这样，放在这个角落，放在这个角落有没有？这样有没有感觉很酷？我们就照着这个，哎，对，它不见了，一按就不见了，对不起。总之，我们会就会盖出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要直接盖成我想象中的样子，不要照它的那个既定城堡。以后就遇到就拆掉，也不要多想了，什么都不做了。来了来了。所以第一步就是先去围空间。哎咻哎咻，要直接来，这个就是那个啦，圆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刚刚画的那一颗圆，有没有？这里，跳到其他图了。这个就是这里画的圆嘛，然后有一条线嘛，直线，然后延伸到这边，再一个。就有点像是那个城墙旁边那个，然后直接延伸城墙，延伸城墙这样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我们应该要直直的过去，对不对？这里都舍弃了，好不好？这里直直的过去，好快就舍弃了。来这样，哎咻，哎咻，哎咻。喂，好像可以哦。然后延伸到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有钻石镐，太好了。然后一直延伸出去嘛。那个今天因为比较多建设哦，那个就苦力就没来上班。哎咻哎咻！有没有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要几格啊？我想想看。出来之后，这一格应该也算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12格好了。所以那边我也设计12格，然后之后要对接，就把我全部的都粘在一起。啊？直播深海民航？没有哦，没有啊！不要冲动，好不好？所以是从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刚才是算12格，是不是？从这里直线出去12格，哦，会跨到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哦。一、二、
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，然后这样对接。哎呦，安德看到我喽，还不开心喽？安德，等下我有没有剑？我只有一个十剑呢，十剑要打架哦。有一桶水诶，水桶。哎，他们有不爽了，原来不爽只是一时的。哎，其实这样子，12格好像不够哎。有没有感觉很多都还不在范围里？我们看一下。哦，我们不止12格哎，这种距离，感觉不止12格哎，刚刚只到这里而已。哎呦，起码要30格哎，设计更远呢。对对对，12格不够，好不好？12格太小了，回收一下。他没有开错图，他是点旁边就会那个了啦，点旁边就会上一张图，没有开错图哦。谁说我开错图？不小心掉下来了。他是因为点旁边那个图片软体版就是这样子啊。我要先去看一下应该要到哪边，然后把整个城堡包进去。哇哦，哎，可是其实这样子包的话，这一条路就是在城堡里面。还是到这里。到这里，到城堡最外围，其实我围的外面一点，其实对自己也有好处诶，就是要打掉的东西比较少了，会建设会快一点，对不对？我拿着地图来看好了，那个定位跟那个规划图要一致，就拿着图来定位。对啊，路可以留着。有没有宏大哎，气势恢宏哎，越来越神了。回来我的小工头房。哎咻哎咻，先睡一觉，好挤哦，这个工头房好挤哦，工头房超挤的，然后我把一张地图拿在手上做定位，拿这一张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一张定位，可能要先放在副手了。这个我长期拿的不死图腾，就先放在旁边，有没有？这个做定位，这里，哦，很远呢，哦，很远呢，哦，要穿过这个遗址哎，好好好，我们先试着穿一下好不好？很远呢，穿过遗址，
哇哦哦！而且这一段都是悬空的。这里我们是补了多少格？一二，哎，等下这里剩两格，哎，那边的圆圈圈大小画错了，之后再说好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再铺12格看看。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到那个圆圈圈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所以还不够大。还不够大，再铺12格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36了吗？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、四十，到这里是第40格哎。好像还没到哈，看一下设计图，40格，它要再往前很多点，那就50格好了。四一、四二、四三、四四、四五、四六、四七、四八、四九、50格这个距离好像差不多嘞，跟设计图蛮接近的了。设计图在哪里？我现在目前好像在这附近，对不对？好像可以了。50，55好了，五一、五二、五三、五四、五五，好了，就这样，55格，差不多。好，切回去，55格。城堡本来就很大啊！你当我们那个城门哦，那个城门只是刚开始一点点而已。我是说这边我好像盖错了，一二三，你看这，所以这是斜四格，这边有四格一二三，不知道那边有没有盖对？看55这个数字很好。一二三，哎，对耶，没有盖错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我应该要先数好，对不对？十二，所以要55格，55减12，三四十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先准备43个。43，这样子补下去，就不用再算了嘛，全部补完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哇哇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跟我们的设计图有没有差很多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来看。回去拿一下。城堡建筑师越来越高级哦。哎咻，哎咻。我跑，我跑，所以就是要拿这一个嘛。
55到这里耶，跟我们的设计图好像相去不远呢，就在这个顶点上，没错，就在这棵树上，也没错哎，哎呦，其实很厉害嘛，很厉害嘛，那可以对接了，好不好？对接对接，对接对接，贴回去，然后把这个继续放回副手，我们要对接了。现在唯一要在意的就是那个氨酸盐不够多的问题，应该还好。氨酸盐，氨酸盐，把这个用不到的先放回去。氨酸盐这里这里，应该不会不够吧？大规模建造，氨酸盐，氨酸盐。到底为什么身上这么多垃圾哦？还有什么可以放？哎咻哎咻，都放进去，都放进去。这里还有5颗安山岩，拿出来。果然找了很多苦力来，有没有？这些就够用了。我应该去烧一下牛排，对不对？牛排，Holy Key 啦！等一下肚子饿的时候再回来。先吃，我可以先吃，先吃西瓜，勉强糊口一下。之后会把这个，现在主城堡群应该是在这吧，会把它移到有点比较靠中间那里。那古建物要不要留着是可以讨论的，好不好？像这个就在城外了，古建物保留。本来我也是想跟这个一样，就是盖斜的，可是我觉得盖斜的好像没有比较好，就把它弄成直的了，这样子。想法是这样啦，想说，好像斜的、直的、直的好像比较好，也比较好盖啦。其实斜的围墙、斜的城堡确实没有这么好盖，大家在看的时候也会看得歪歪斜斜的，看得不是很舒服。我们路途多舛那个整个道路上杂物还蛮多的 有没有？要弄掉的东西还不少好了好了好了，什么都没有办法阻止我。那个角落最后再来设计好了。角落可能就会设计一些，也是一些那个吧，城墙旁边的城郭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。过不去了吗？过不去了。哎咻，哎咻。其实这个城墙啊，旁边。都有很多石球，应该都是从那个吧城堡本体掉下来的。哎呦哎呦，又要挖了，又要开挖了，撞到城墙了。这样挖，谁知道我在里面盖啊？对不对？谁知道我在里面盖？这样子的工程没有办法被外人所道矣
好好，全力打通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已经到里面来了，对接了，有没有？接到他原本的城墙了。不知道要盖到什么地方哎、欸。哇哇，整个城区算是要四张地图才盖得完呢、欸，算是蛮大的。再一组了。哎、欸，这也就是那个嘛，飞贼那个盗贼的村庄嘛，盗贼村。对不起啊，盗贼村有一半要收归国有。另一半就宅 K 系有没有？一半收归国有。哎、欸，等下我的设计真的是这样吗？怎么感觉怪怪的啊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盗贼村的这一块在外面哎、欸，切到外面去了。哦，这里也有一段，这两块切到外面。哦，好好好，左右边各有一点。这里还有铁矿哎、欸。哇，有怪了，有怪了！盗贼村被切出去了。这个盗贼村的盗贼已经被我杀的差不多了啦，第一集就在杀了，整个盗贼村早就被我铲平了。现在留下来的都是那些额外再生出来的，不是当时的盗贼了。而且他盗贼比我想象中的弱很多欸，还数落他一下。那个盗贼根本不没有很强啊，害我当时还很紧张。好了，我觉得对接应该差不多在这里。那我先回去，先去拿那个好了，先去铺另外一边，两边对接。都更啊，老旧房屋都更计划，这是一定要的。那这边都要被跟了，这里还要有一半的道路是在里面的，这些都会被保留的。哎咻！哇哦，走到外面来，好酷炫哦！以后城堡就会到这里，这个角落，好不好？就会到这个角落来了。然后这边的树叶啊什么的，应该整个都会打掉了。为了往后数十年的发展。然后应该会，原本的道路应该会保留啦，然后做一点小侧门之类的东西。可是这个道路是在城堡的下面呢，所以它有点像是地下停车场的概念呢。地下停车场。哎咻，补补补补补！那我们要切进山壁里哦。其实有一半是在山壁里啦，有一半是在外面。这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当时那个
就是最后设计师武秋风决定，就是把他那个把城堡盖成盖的是直的，不是横的了，不是斜的，所以也才会有这种问题。这下面是什么？哦，山贼的村落。我想说这是什么？又到了山贼家了。啊，都补起来。又到山贼家。嗯，那要切进去山贼房子里面哦。有喽，来喽，切到山贼房子里面了。里面已经没有山贼了，好不好？所有的山贼都被我们铲平了，只可能留下一些还在苟延残喘的蜘蛛吧。哦呦，切进来不容易耶。那这个落差有多大啊？说不定可以保留他们的村庄，对不对？变成地下村，因为我这个是水平线嘛，城堡的水平线，我铺的这个是城堡的水平线嘛，就城堡的高一格啦，其实应该是往低一格才是水平线。不过没关系，这好像就是蛮可以作为代表的，而且我想不到落差这么高欸，我要不要先想办法下去啊？对啊，落差怎么这么高啊？落差好高哦！想下去捡个东西。对啊，这里都可以变地底层嘞。整个都在这么高的地方盖，欸，太扯了。而且他们的村庄还有一半，那个睡觉房间在外面呢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啾啾啾啾！好了好了，你看，他们有一半在外面呢。我又回来了，继续补。超多的。是不是我算的距离不够啊？有这么宽吗？在里面走很久嘞，来看一下设计图，不时就看一下设计图。哦，这一段就是整段都是那个哦，飞贼窝。哦，好哦，好哦，飞贼窝，好不好？正在穿越飞贼窝，而且不知道会不会，大家应该有听到一些蜘蛛的声音。那个应该是在下面的，就是不是上面就是下面啊，就是我整个城堡还有一个那个蜘蛛窝还没有铲除，就只剩这个了。其他的应该早就结束了，像飞贼第一集就砍完了。应该要挖出去哦。够不够用啊？哎、欸，还有一组，还有两组。继续挖，继续挖。哦呦哦呦，大范围崩裂。继续挖，继续挖。
去捡一下好了，这些都是我辛苦的财产，不能任意消耗，很节俭有没有？节俭是个美德。在天花板，全部的东西都在天花板上面。蜘蛛巢穴应该是不会这么早去处理啦，应该是很后面才处理的了。哦呦呦，出来咯，出来咯！看一下，还看不到头哎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一下这边的头在哪里？哎，有嘞！哎，看到了，快要对接了，快要成功对接了。可是我这里要先想办法上去，从这边爬上去好了。咦？好了，要成功对接了。看，都在风化。城堡对接仪式，哎咻，哎咻，这样我下一集找苦力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说，哦，那个在这外面的这些东西，请帮我铲掉。这样会不会很凶狠呢？哦哦。其实我觉得在旧址上面盖城堡啊，比较难呢，还不如在新的地方，在旧址上面重建城堡，还要拆城堡，就把原本的城堡拆掉。如果在原那个什么新的地方盖一个城堡，就变得很简单啊。哎呀，对接完成，OK 的。很好，很好，很棒！整个对接完结束了。有有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现在要去设计另外一个对接，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嘛。等一下，我应该走这边，这边应该是最近的。谁打我？还打得蛮远的，应该是被射箭射中了。这里，我要来规划一下这边。等一下，这里跳下去会痛。走这个藤蔓好了。我的整个城堡是围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一块围出来了，可是这里还没有。这边要延伸出去，然后做一个圆，之后可能是连接起来吧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城镇中心广场之类的，这一个吧，这一块就是中央广场。那后面的高度就可能会保持原本高度，所以这一块还要再设计一下。所以泥土也不可能这样随便一无限制的滥补，对不对？就可以补到某一个境界之后，就可以不需要再补了。这里竟然生蜘蛛了，暗道生蜘蛛了，密不透光有没有？直接铲平很酷啊！这里啊，这一条，什么？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盖的，不知道怎么设计的，感觉怪怪的。
是怎么切出来的？哦，沿着这个切出来的吗？那我看一下这边，沿着这条线切出去哦。是怎样？沿着这里，哎、欸，哎呦，摔下来了。沿着这一条嘛，对不对？这一格一直延伸出去，哇哦，不好盖哦，斜的最难盖了。嗯，我先盖那一边好了，反正就是沿着这一条延伸出去嘛，然后不知道到哪个地方的时候要围起来，我应该要看一下，对不对？看一下设计的图。我想说，要不要沿着这一条直斜线，就是这一个斜线穿过这两格连起来，然后这个中心点就在这个斜线这里，有没有很麻烦？所以这个连接到这里，然后补过去，就知道有多远了。定位大概是这样定的啦。工程图哦，依照工程图施工。没有，这个定位大概是在这附近吧。我来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定位如何。哎咻，哎咻。这一格嘛，对不对？这一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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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有够难定的，有够难定的，啊，太好笑了，嗯，你看这样稍微偏一度，偏两度就没了，太好笑了，还是要拿东西来补啦，拿泥土好了，泥土比较好挖。也比较快，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补在下面这里，因为说不定可以不用打掉，对不对？这一条哦，这一条，这个旁边这个是辅助我的。哎咻，哎咻。定位定位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遇到树了，遇到树了，要不要砍？算了，随便打一打就好了。对不对？这些以后也用不到啊！知道我是这一条、这一条、这一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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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两个都要打掉，不然我走不过去。这一格嘛，这边这一格、这一格、这个、这个、这个，好，泥土继续，这一格，这一格。泥土确实比较好用，这个，哎咻，很好很好，哎，要来挖了要来挖了要挖进去哦，这个。
哎，出来了！哟，对接。哎咻，哎咻，哎，没有泥土了。哎，其实距离差不多了，哎，快要对接成功了。好啦，随便啦，先这个用挡一下啦，反正之后都要挖掉。先这个挡一下，哎咻哎咻，哎哎，这里这一格，这一格，这一格，已经超过了，所以是这里，这里。超过了，超过了，大概在这附近。我先回去拿一下东西好了。已经看到那个了，看到边际哦。只剩出土哦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泥土37个，这个够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看，有城墙、城门、泥土。哎咻，哎咻。哎，有了有了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可是我还在想啊，因为这只是一条线嘛，我们的其实不是一条线，我们是一个城墙，城墙是有厚度的，所以应该是要往这边偏一点，对不对？之后再说好了，先把主要的线弄出切到这里，然后这边就会切这里。哦，这个就是两个切到的中心点，这一点，这一点，这样切到了，所以我们这里要盖一个圆，我看一下，圆要很大吗？先把这里铺起来好了，平台先铺起来，比较好做事。哎咻！这样子泥土会不够，不够我做事。要补石头吗？然后之后这里补好的，哦，这里要继续延伸过去。这样我这里面就是要铺泥土，就是要全面改成泥土。然后外面这里。的泥土就可以不用补了嘛，那我就可以把泥土打掉喽。哎呀，忽然觉得省很多工哎，铺泥土作业好像不需要这么多了哈。拿地图对照吗？不用了啦，免啦。很完美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这里切过来，完美啊！要对照，其实也可以啦。等一下来看一下。来啊，来看一下，把苦力怕杀死了。完美破坏。有没有？
对不起，实在看不太出来，要重读一下吧。有没有？这里，这里有一条斜线过来，然后这里对接到这里，然后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中央广场。目前中央广场在制造中，看起来跟它有点不搭嘎，是因为它围墙本身就是没有45度角啦，它就是歪的。这一条有没有？这里到这里。所以会延伸，一直延伸到这边，然后这边就是那个城堡广场，可以的。很棒，很棒，哦耶，哦耶，很棒，很棒。所以这里的。应该就会变成城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的泥土可不可以借还给我用一下？先不要冲动好了。先去其他地方挖泥土，先不要冲动。来挖泥土。这是出土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泥土层吗？大片的泥土层。然后这里刚刚之前在这边挖到绿宝石吗？大片的泥土层，整个都要被掏空了啦。哎呦哎呦，哇，这样掏其实蛮爽的。掏了一组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等一下，我看，哦，不是，那个血血在吓到我。就是它有时候那个东西有点怪怪的，就是不知道它作者设计的时候在想什么。因为我觉得真的认真的玩这张地图的人，可能也没几个吧。作者放的绿宝石，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人家发现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它是放在出土的，欸，出土的下面这一层，欸，作者应该要感谢我，努力发掘。地下停车场，你看又有马是自然产生，把刚才挖到的都补在这个里面。其实应该要多补一点，因为城墙有厚度，城墙应该是往这边延伸的。这个其实中心点这个城墙应该是要往两边延伸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一条是中心线呢。这个倒是可以往旁边延伸，没问题。可是这一个，我觉得应该要往两边延伸。等一下再说好了，先把这边的泥土都补起来。这个石砖先不要盖，以免等一下又要打掉，又要浪费时间。今天建设应该有在建设了，不是只是单纯的在打东西哦。虽然打东西本来也就是要花很多时间，哎咻哎咻，
好的，好的。我觉得应该要弄到这边。哎咻，哎咻。哎咻，哎咻。哇，越来越大片了。为了我的中央广场，中央广场对接。泥土挖太少了，那消耗的没有那个挖东西比较久，补上去比较快，所以建设比较快，破坏比较久，跟现实差很多哎。哎咻！好了，没有土了，而且这里过去之后，表示这一块要补起来。哇哦！哇哦！要再挖了，要再挖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泥土又不够了，要再挖了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工程图，没有工程图就是要把这一块，本来这一块都还没补嘛，这一块都还没有土地，现在就在把这一块通通补起来。OK，好，中央广场。哎咻哎咻，哇，这里很空哎，照理讲。我应该有很多，还有漏网之鱼哎！我想说，我应该有很多泥土的啊，为什么都不见了？是不是在其他箱子啊？还有哎，绿宝石还有哎，漏网之鱼。我去看一下，我到底缺在哪里好不好？照理讲，应该有很多泥土啊，泥土。我箱子里面应该满满的都是泥土才对啊，挖成这样，泥土没有，泥土没有，泥土也没有，泥土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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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都没有哎，要求 good 哦。会不会有苦力挖泥土之后忘记放到箱子里？是不是苦力带走了？我的苦力带走了，有没有可能？嗯，我觉得有机会哦。好了，这里补完了，接下来还有这一块。还是都补在这了。这里有这么多吗？是不少啊，这边补的是不少。以后这边可以不只是中央什么中央广场，应该可以做成中央花园啊，对不对？左右两边中央花园，都打掉，都打掉。哎，这里，这里，哎咻，
咻，好了，没了。哇哦，真不容易，看起来真是壮观。不时就顺手打几下，好不好？所以这边应该不需要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之后再看好了。我先把这个补起来。这个 Y 的延伸的幅度也蛮高的欸。我刚才讲的是说，这个应该要往两边延伸，先把这个圆设计出来好了。是个圆吗？我看看哦，这个是正中心点，圆要一二三，设计到小圆。这个圆跟那个圆要一样大吗？这样这一条也变成斜线了，就不是直的了。哇，加了一点空间之后，其实好难设计哦。加了一点空间，我再去挖一点泥土，等一下再说好不好？再挖一点泥土，目前没有灵感。秋风就不停的挖，不停的挖，不停的挖，一直挖，一直挖。挖挖挖挖挖，说不定挖一挖就有灵感了，把地铺好。说不定还有遗留的绿宝石，对不对？我是这么思考的了。钻石铲要断掉了。看，这是我努力的成果，钻石铲都要断掉了。哎咻哎咻哎咻！挖到断掉就上去补。想不到，没有了，断了。我想说，想不到快要断掉这一点点，还可以挖很多，走喽。然后我把这个泥土啊补在这里，然后之后要设计什么鬼东西？会比较容易一点，让它有那个空间可以设计。这样应该有了吧？有空间了吧？这里还浮空的嘞！哎咻哎咻！好，首先是要把这个铺成
厚的，厚底的，这样。所以这边还要铺。因为只盖一条线，其实是感觉是不对的，要盖成两条线。城墙是有厚度的嘛，不是一张纸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好了。城墙直接接到这里，所以这是中心点哦。所以真正的中心点应该是这个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心点。这里，所以要沿着这里盖出去。我把这里先用泥土做个记号好了。哎，泥土记号好不明显哦。这个好了，先放一个灰灰的土，做个中心点记号。它这个是那个四个角的中心点在这里，这里这里这一个点。所以设计出来的话，要延伸出来。这里吗？这样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会不会太大啊？好像太大了。这样，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，所以这个要这样，一、二、三，真的太大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嘛，对不对？这里嘛，然后这里要一往旁边一点，要设计出一个圆。OBS 断掉了，恢复连线，拜托你不要让这样子哦，今天的网络好差哦。看一下，一二三四，好，从这边出去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，五六，一二，这样，三四。不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一二三四，好像太多了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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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之后会那个盖城墙，这也是一二三四嘛。这样，一二三四，这个第四个，我连火把都不够，想用火把定位都不行。四，然后一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，哎，这个圆好像就不够圆呢，所以要七耶，七，一二三，好像也不行，再一个，一二。三，哎，这样好，所以这边要砍掉。对不起啊，这边的定位工程比较困难一点，因为有太多杂线了。
这样应该可以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啦，就是这四个，然后中间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的。这样应该会比较方便观察，我还是把这两格补上去好了，方便观察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所以中间会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块，一二三四五，八块好像是比刚刚那个圈再小一点点，刚刚那个之前的那个圈好像10块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去数给大家看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之前这个圈呢，应该有10个，比较大一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有没有？这个有10个，这里只剩8格了。所以往内缩了一点点，这里只剩8格，边长8格。其实没有很圆呐，主要还是算是正方形。没有泥土了，还有。那这里就改错了。等一下再说。哎咻哎咻！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很快就可以结束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好了，成功了。然后这里，我想说这边的门要，这也要拆掉。这里门要不要大一点？就城墙要不要厚一点？好像是可以耶，城墙可以厚一点。就厚，比原本的厚一格那样。从这里有没有？就这样，厚一格。原本是只有中间这里啦，多了，旁边多两条，这样城墙应该会厚很多。不过这样要补的泥土好像就变多了 要补的泥土好像变多了。哎，其实啊，目前都还没有哎，会不会有放歪啊？哪有这么刚好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哪有这么刚好啊？对啊，哎咻，哎咻，哎。那个圆呢？圆等一下再说好了。哇哦！安山岩没了。今天大定位，把安山岩都搞掉了。去，再去拿一点好了。看一下地图，我来看一下地图。这个。好，放回去。全部都刷一刷，
有啦有啦，看得出来了，虽然有一些被压到，不是很明显，可是可以看出秋风努力的成果了。今天一整天有没有？我觉得如果用其他颜色的当那个，哎，我干嘛不放在地上？用其他颜色当那个会更明显。目前没办法，那个选用的城门就是灰灰的，就这样。这里有一条线穿过去，然后后面这里好像没有跑到图，我再去跑一下。哦，后面那个城墙好像没跑到图。有，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里一个角，把它贴回去。这里，跟我设计的差不多，跟我们一开始这一张设计图差不多。如果改成用红线的话，可能就一模一样了。秉持着完美施工了吗？这算是什么？钻石切割，钻石城，钻石切割。欸，大家有发现吗？之后可能就有八星八剑。好，没问题。所以这一块是要补起来的地方。哇，要补的地方好多哦。从这边过去一下好了。走走走！秋饼，你怎么啦？怎么叫这么惨烈？根据秋风的设计是这个要再往里面推一点嘛？这个是最外围的，所以要把这整个补起来。我，好累哦。好累哦，哎，苦力怕头没在动哦，那帮你重新浏览一下。对啊，我刚刚也发现没，他没在动，没在动先这样啊，先不管他，他卡住了，今天不稳呢，没办法。丘比叫得好哀怨哦，丘比怎么啦？你怎么叫得这么哀怨？来抱抱，乖乖，不要叫得这么哀怨。
没饭吃哦，是哦，没饭吃哦，我去放饭给你吃好不好？怎么那么可怜，没饭吃？哎呦！丘比不会咬网路线呢、啊？那个会咬网路线的是阿猫，就是那个我们家的兔子。它已经咬断3条网路线了。每一条都好贵。现在的网路线也不便宜，每咬完一条就心痛一下。丘比不会咬网路线，丘比还蛮乖的，丘比只会拨而已，就是拨东西。这个再挖一下，好像有机会完成，对不对？那再做一个钻石铲。丘比在吃饭呢，应该是真的肚子饿了，然后叫我说饭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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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这样叫吧。有啊，我们都有买草砖的，兔子磨牙，一定都会的啊。不过它就是天性吧，天性就喜欢咬那些东西。就把它，它大概每天大概有大概，它没有一直在外面跳啦，它大部分还是在笼子里。然后它在那个出来跳的时候，它就开始狂乱咬东西。然后现在搞得我们那个地板上都没有任何电线，所有电线都收起来了，就是都不会在地上啊，不然都会被它咬掉啊。饭呢？哎，真的还有好多好多绿宝石砖没有挖哦，好多哦，好多绿宝石砖哦。之后我把绿宝石砖拿去做装饰好了，怎么样？好像不错，绿宝石装饰。你看，如果我没有要填泥土，就是把这个泥土填起来。我也不会去挖那个下面的泥土，就不会发现绿宝石哦。这人都是巧合欸。想起来会挖到这些绿宝石，这人都是因缘际会欸。都是有烧香拜拜念佛欸，吃斋信耶稣之类的事情才做得到的欸，对不对？把这里补好来着。苦力怕的头没有动，我要不要把那个啊，把它先取消掉，让大家有比较多的画面可以看？哎咻，然后载入一张新图片。载入等等哦，图片，
载入一张那个工程图。我们的工程图就可以随时在外面了，有没有？这里，这是我们的工程图，取而代之放工程图，这样有没有很棒？反正苦力怕目前不会动，你们聊再多天，他都不会动。哎呦，这叫钻石切割，一个分类板，分类板就是钻石造型，你们不知道吗？钻石就是长这样，只不过钻石是立体结构，然后会切的什么八心八箭啊，什么杂七杂八啊，什么最完美车工啊，这个都是商人的噱头哦。而且跟大家讲是说，其实钻石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值钱呢、啊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？就是其实钻石并不稀有，没有你们想象中的这么值钱。而且现在可以人工钻。钻石的元素是什么？碳嘛，大家应该知道。其实没有很稀有了。钻石会这么亮的原因是因为切割啊，并不是它本身就这么闪亮，是切割到它很闪亮。不讲这个了，我们继续改善我们的工程，好像剩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中心广场，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哦，快要连接起来了。这里，所以圆圈在这哦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工程图，好像也是这样显示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又没有了。我以为我挖很多了，结果补起来，还是差临门一脚。哦，插这里，还有后面这里，后面这里可能也要补这一块，因为真正的圆圈圈可能是要设在这边的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好像要到了，先插一点火把好了。哇哦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定位点在这里，所以要离多少格？一二三四五，五格，距离中心定位点五格左右。其实人造钻石的那个。人造钻石很干净哦，可是价钱不高哦，因为是人造的。很奇怪，一定要天然的东西，大家才会觉得很好。人造钻石更干净、更漂亮，可是价钱更没有很高。不要挖这个好了，这边不好挖。今天应该可以把那个地底都弄好，那个广场周围，然后把刚刚上面的这一张设计图都盖完，原原本本的完成它。
哦，对啊，最近很流行说什么非基因改造大豆啊，基因改造大豆吃了会怎样吗？好像也没有研究说基因改造大豆吃了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吃的水果也是经过一次一次的，你不能说它是真的在实验室改造啦，不过其实也是一次一次的驯化，慢慢变得更好吃、更可以吃啊，不是吗？水果。对不对？我是这么觉得啦。基因改造不一定不好吧？不然干嘛这么多人吃什么健康食品？我觉得那些有些人很奇怪，就是他们迷信天然的最好，然后又在吃一些保健食品，说什么维他命啊，吃那些东西。我想说，你又要吃天然的食物，又要吃这些保健食品，你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那些保健食品最化学了，对不对？都化学提炼。化学浓缩萃取，浓缩、浓缩再浓缩，提炼、提炼再提炼。哎，要补起来喽！中央广场合并，换这边，换这边哦，延伸出去。好了，有了。哎，哎呦，这个。等一下，应该会拆掉一点东西哦。不过先把线画好。我们要到中心点了。这个应该是太过来了。快要画线了，画线画好。好了，画好了。所以中心坐标是这四块。我没有灰色粘土了，来挖一点。这个好像都被水弄掉了哦。灰色粉末土，哦，在上面有哎，这里应该也有吧？开采一点来。这个都不是。那我们现在还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来挖灰色粘土有没有？灰色粉末，好了。这个还差一块，都截取一点来，把它放在地板四周。一二三四，然后往这边八格嘛，五格。对啊，中央中心广场，看还有蜘蛛哎。中心广场，哎，不容易哎。一二三四五，对啊，五个。很快就完工了。一二三四五，第五个，在这里放。连起来，这边四格嘛，哎，这里哦，这里四格，一二三四，这一二三四，这样就对了，中间这个应该是要打掉的，
所以这边也是嘛，一二三四五，放在这里。哎咻，一二三四有，一二三四，这样子连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一二嘛，三，一二三四，所以这边五格嘛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没错没错。然后这里是从这边开始，因为这边的围墙比较薄嘛。哎，等一下，太薄了，太薄了。围墙不是薄成这样的，要空一格是这一格，对，这样走路才平顺。我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，感觉有点怪怪的，不知道不一定会去哦。我觉得去那边好无聊，没事。我觉得去那边不知道要干嘛啦。不太对，这边斜过来接到的是，接的地方怪怪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接的地方真的怪怪的。照理讲，应该要接在这里，这个应该要接在这里。这两条线是怪怪的了，我再去看一下好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爱去我都去过美国一三展，我都没有觉得特别好玩的。你觉得台北的会比美国的更好玩吗？对不对？能不能讲得很实际？台北的有比美国更好玩吗？如果有厂商花一大笔钱找我去，我会考虑啊，一定会考虑的嘛。有厂商花钱要我去，有什么理由说不呢？对不对？越多钱我越有意愿，很势利眼哦。厂商花的钱越多，我越可以。你也可以花什么几十万、几百万，叫我去参加，就去那个啊，那个。就是去什么，去参加，我也很乐意啊。对，谁会跟钱过不去？你花钱叫我去，我一定会去的。我自己觉得这里真的怪怪的。到底是怎么放的？觉得两边不太一样。有没有往回一格？不是这一格，不是这样看的。这里已经封起来了，所以不是这样看的。是刚好斜出来这里啊？对啊，斜的，不然算数棵数好了，好难算哦。截出来的啊，对啊，那为什么最后这里收尾怪怪的？这里收尾怪怪的，看一下这几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八没有在城墙上，那就弯回去了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啊，八个，所以这个照理讲要接在这里才对，这样接才对，可能那边的城墙就，我是从那边城墙弄出来的，所以定位点应该要再往这边偏一点，对不对？哦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定位点偏掉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定位点应该要偏回来这里，对不对？这个才是中心点。所以定位点整个都偏掉了，刚刚当初定位点没定好，没有拿中心点来定，导致现在盖起来怪怪的。这个才是中心点，对对，这样才有街道，有没有？这才是中心点，难怪怪怪的，找出问题的所在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个消息那个 PS 不参加 E3 展的，为什么不参加 E3 展？你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么大的厂商，居然放弃 E3 展你会说 E3 展是全世界最大的电玩展，为什么会想不参加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那现在有没有还有必要参玩去参加这种大型的展览吗？有没有必要举办？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。一二三四，其实有很多公司是不参加 E3 展的啦，只不过 Sony 比较大，所以才。就是 PS 主机厂比较大，我才拿出来讲。其实像暴雪啊，很多微软也不在，微软是发表展前会，微软还是有参加啦。我觉得之后搞不好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不参加觉得参加没什么意思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那个真的不知道参加的意思在哪里哦。一二三四，这样就对了。一。等下，这里怪怪的，又怪怪的了。一二三四，对，做改错了。哎咻哎咻，哦，你要玩什么游戏好的话，其实就是会变成那个啊，影片看影片啊，不需要展览的，我是觉得不太需要啦，后面可能会不太需要，每个人自己办自己家的什么线上发表会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就类似这样吧。然后试玩 demo 给你们玩就好了。啊，你说啊，我想要试玩，那就玩试玩 demo 啊，对不对？我是觉得会慢慢觉得不太需要，现在资讯越来越发达，以前是你没有办法拿到那些，就是厂商没有办法封装上传那些试玩 demo 给你玩，所以你不得已只好在就是要到会场那边去玩。那现在这些怎么可能没这些技术？都一定有的。你说什么小厂要求曝光？我大厂不用讲嘛，大厂的曝光度够高嘛。你说小厂要求曝光，
那最后那个一三展就变成小场求破关的场合，听起来也很怪啊，对不对？我小场为了求曝光，所以来参加一三展，变成小场曝光场。所以以后那个一三展就变成小场曝光一三展，是不是？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其实到一三展你不是大场，不太有人爱想玩呢、欸。那个游戏也是一样啊，即便你到展场，大家还是爱玩不玩啊。所以重点是你做的游戏好不好玩，根本就不是你大场还小场。哎，差一点，快要补起来了。哎呦，每次掉下来就要花，回去要花很多时间。一三产其实能参加的厂都很大了，老实讲，我跟你们这样讲，我们台湾可能会有一些什么，什么厂，你压根没听过的手游厂，今年花了一大笔钱，然后就在台湾办了一个很盛大的会，这个当然有达到宣传效果嘛，因为我们的台北电玩展就很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很商业取向啦。对啊，就是都是手机游戏啊，然后砸钱买广告的感觉啊，就是厂商花了很多钱在那边打广告，然后你就看到很多游戏出现在那里，然后明年那个游戏就消失了。我有没有讲得很实在？你过一年，那个手游可能已经消失在这个市场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啦。就今年忽然冒出一个，那又冒出一个，那美国一三展其实都是大厂去参加，欸，就什么 2K 啊，不然就是史克威尔、卡普空，Sony，然后反正都是那些大厂，EA，你叫不出名字的大厂还不会去，欸，你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？你叫不出名字的，可能还不会去欸。即便去了，摊位也不会很大，然后也躲在一个小角落。好了，不讲这个了。今天的网络真的很烂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。我们已经把这个定位完成了，就是盖出上面这一个图了。这个是一二三四，怕大家看不出来，已经完整定位有没有？然后这里也有一二三四，有没有？这里都四个，然后连接起来，这一个应该是多盖的，之后这边应该要盖主城堡了，就在这个城墙的后面。这一块就是规划得主城区有没有？主要城堡区。那我们现在所踩的这一块，看起来好像很大，实际上也没有大到哪儿去。这一块应该就是那个了，城门前广场。那我把城门前广场封起来好了，正式封闭，正式完工。其实还没有完工啦，还要刨掉一些土，这里有没有？这里要刨掉一些，然后再把这个补回去。之后这边应该会变成
种种一些花吧，应该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那个整体结构，去看一下那个。哎咻哎咻，给我200块就想我去电玩展，你妈拜托级了欸！你乘以20倍再来好不好？乘以20倍，最起码要万开头才要请秋风出门吧？200块，我等你200块，你拿着秋风的扛棒在电玩展走一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里有没有盖完了？这边连接到这里，然后连接到这里，整块不错，还不错。之后要把这个围墙都打掉了，不然没有办法再建设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边喽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了，拜拜喽。